哦，先生。来，这包什么？你自己说。元气一掀开床垫，马上就逮到大家心中所想的那个东西。南沙刀哦，你家等啊！打开袋子，搜出了四小包透明夹链袋，里面都是安非他命。男子当场百口莫辩，袋子里面还有一张美国居留证，名字叫高阳。但元警一查，结果才知道眼前的这名男子竟然是佛祖。警用小电脑显示，男子真实姓名叫做罗圈圈佛祖，44岁。人家真正的佛祖是悟道传递真理，你这尊佛祖怎么会吸毒？还自称英国医师，一堆假身份被旅馆人员识破。本来只是想把这尊佛祖请出去，才报警。没想到搬行李的过程意外查到毒品，连佛祖也自身难保。远警查毒巧遇神明，还能碰到寒心。里面有大麻东西，那个吗？一进到卧房，马上就看到墙壁上贴满韩星 G Dragon 权志龙的海报，还以为是迷妹的房间，但住的人其实是一名24岁的王姓男子，而且还是名药头。有交，可是没下。警方搜出了大麻膏和烟弹，根据了解，王姓药头是替代役，染上毒瘾后缺钱，开始兼卖大麻烟油，透过交友软体找客户，只要台中以北都会亲自外送服务到家。因为太爱 G Dragon， 交友和通讯软体的大头贴也都是 G D 的照片，自称毒品界的权。志龙自己分工啊，自己分装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追韩星的疯狂粉丝，还是化名佛祖阿弥陀佛，吸毒贩毒下场都只能自求多福。继续李晨佑罗星台中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